代志唔好啊，救命！什么救命啦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！我以后大家去罚走啊！已经冒有性命危险，爸爸到底赶紧派人做伙去救伊。我以后大家拢先拔去啊！啊，你哪会知啦？应该是吴静怡是马就快着陈永耀向拔去啊！那我想安怎？马上紧张。唔是安尼啦。 今个状况真足紧急的，我以后得要无命，我真无时间跟你解释遐尼济，我敢想要拜托你，赶紧想办法救人，好不好？我若无伊这边真正无死嘛，报掉命。吴静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三刚好哈，我希望，所内请你看看者，老子丢李伟豪遗书给我，什么意思？你想要去人我？ 你是安怎啦？啊？金玉，甲我连你爸爸离开都无教，你即马安尼一个接一个拢要走，你即马到底是什么意思啦？那有什么意思？都无温暖啊！雅姐，卖叫啊啦！你的宝贝查某囝当个土狗兵，你的宝贝后生婚姻不保，赶紧处理你的代志较要紧，莫管我这个人。 什么话人啊？你是咧讲啥？你直接摕了切结书转来，讲要甲咱切断关系。你讲以后要姓王，甲咱一点仔关系拢无啊？姐，妈讲的敢是真实？罗大郎签名，敢有可能是假？姐，你是咧创啥？安姐。 为即马开始，你就是罗家唯一的宝贝查某囝，应该欢喜才对。对啦，其实我感觉真好奇呢。进前罗董甲我讲，伊对待我，甲对待家风安姐的态度是共款的，绝对无大细心。即马做伙处理两个问题，我想要看卖罗董的拒绝因。 敢咪亲像建筑我同款，我总算找到机会当证明啊，所以我一定要看清楚罗董事长会安怎做决定啊。歹势，交了你啦，继续。爸，我要。你唔免唔蛮爸，我只蛮问你。 你要跟我离婚是不是？因为你要跟陈文耀相差走。我要跟你离婚，跟我拜托你出手救文耀，真正是无同款的代志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代志会轻重分好清楚，你莫在这时阵搁要一直怒。啊，我真正感觉讲我决定要跟你离婚是上正确的决定。家峰，我拜托你，你冷静下来好不好？ 我甲你婚姻行袂落去，这条甲阮也无直接的关系。文耀，伊是为着罗家，所以唔才斗相共共，迄试图故冤枉倒。即马罗家真正有迄个义务，出手家斗相共来救伊。像我这婚姻失败，甲陈文耀无关系啊？ 我还未离婚的太太，怎么也走去倒位去啊？无顾虑我的心情，无问我的意思，暂停一下。离婚协议书，都我头做你走。啊，怎么嘞？真要紧，你心内从要倒倒阮罗家，是啥物意思？你真好胆呢？怎么都无说暗藏你对伊的心意啊？你唔通袂去啊？你还未离婚？